天你妈不在家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好。哦，西西，你听错了，是这样子的。哎，老婆，你回来了，我正在教孩子跳舞呢。是啊，我们都跳了呢。炸！嗯。哼，东西还吃的不少嘛。这村也没有他开心啊。看这么多电池，你那眼睛没事吧？哼，我放在储藏室里面也拿出来了。我收拾了一天，你们5分钟就给我搞得这么乱，过去给我面壁。